近日是陈晓35岁生日，零点刚到，陈妍希便在社交平台发文为老公庆生。老公，每一年的生日愿望都一样，愿你平安健康，快快乐乐地过好每一天。配图上的蛋糕是陈晓喜欢的篮球明星库里的球衣。据悉，今天也是他们结婚6周年的日子。播出一个月之久的《梦华录》迎来了收官，在《梦华录》收官夜，主创们纷纷发文告别《梦华录》，刘亦菲发了不少库存的合影，让大家看到戏外的赵盼儿。刘亦菲感谢了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，并且表示爱你们。陈晓的告别很特别，没有很多文字，简简单单的团结、信任、分享、怀念8个字，配上《梦华录》大结局的漫画，就表达了自己对这部剧的特殊情感。柳岩的告别文字一度感动了大家，她从三娘的角度告别了这部剧，却告诉我们三娘的人生态度。林允不仅在跟剧组告别，同时也在跟宋引章告别。虽然《梦华录》结局了，但相信在演艺圈中，他们会过得越来越好。